好，我先从前面的那个组合练习来哈。组合练习其实我音乐放下去，然后我就不配音乐做了，反正就是我那个 melody 的节奏音乐给你们，你们就是当练功哈。五六七八 ，three 二三四，移动五六七八。欧米，这个是我是做腻的。欧米二三四，慢快快，慢诶、欸、快快，右左右诶、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诶、欸、四，欧米顺了哈，二二三诶、欸、四，左右左诶、欸，一诶、欸、二，这是下切，一诶、欸、二。三 and 四，五 and 六，十 and 十，一 and 二，对哈，左边没错，一 and 二，三 and 四，五 and 六 ，and 七 and 八，退坐坐，退坐坐，退坐坐 ，and 往下的时候是把重心往后，膝盖放松，有点像胸口往下躺，好，胸口往下，因为等一下要起来。这里胸口要先下去，但你在下去的时候不要缩下巴，就是脚往后沉就好。所以这边 ，and 七 and 八，一 and 二，这个所谓的退坐坐是左屁坐哈，右脚退，退坐坐，退坐坐，退坐坐 ，and 七 and 八，一二三四八字哈，前后前。后小圈一整圈，好，这是练习的部分。然后五码的部分一样，从左边屁股开始哈。音乐会完成给我，六七八，两层分段的咚咚，然后全部回到同一层的上 and 上。好，这里左手往内画一个，其实你就是想办法把它松开放出去就对，骨盆画一个 circle，咚咚，好，所以我这里是这样看得到这个线条吗？我是这样画出去，咚咚两下，咚咚 ，and 咚，大转过来，右左，好，这个右左撞的时候，你想象往右这个地方要锁起来，所以这边的骨盆要抓起来用力，到最外侧的时候，蹦蹦，这边也是，到最外侧的时候屁股用力，咚咚。用力哦，所以它不会是弯低的，它有锁住的感觉。右左，然后接下来一样，这边屁股还锁着，右脚顶，左上八，右上八回来，上下，这个上下是这个，咚咚，好，看不看到？咚咚，这个好，上下 ，and 一个，两个，好，接下来肚子的 reverse 靠近点，一，二。三 and 四，我在启动的时候我是用骨盆，但我下挖的时候，我回来的时候我是用膝盖哈，所以一、二、三 and 四、五一样，一个假动作把左脚打开，五六换到这里，右脚是空的 ，and 七 and 八，可以 ，and 七 and 八，好，到这里。配乐。